大角星讯息，天琴人对222能量的贡献。你们好，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我们从一开始就与人类合作，但我们在提供援助方面一直处于幕后。来自我们星系中的恒星系统的其他存有已经为人类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有时这种帮助已经变成了干扰，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你们自然进化成你们终将成为的存有的能力。但不要担心，因为援助即将到来。天琴人已经允许我们与你们分享他们为2月22日传送门所提供的能量。天琴人发出的能量是为了帮助你们所有人释放你们在列穆里亚所经历的创伤，以及所有与外星存有一起经历的创伤。这些能量在你们所有人作为个人也作为集体所拥有的即将到来的接触体验中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对天琴人的这一奉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再次主动帮助人类成长和进化，但他们并没有干涉。这些能量没有干扰你们，因为这些能量并不只是为你们做所有的事情。他们支持你们释放自己的创伤，他们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容器，在其中，疗愈可以发生。他们也帮助激活你们对外星接触的兴奋。天琴人也想让你们知道，这些能量会给你们带来天琴座 DNA 的激活。因此，当你们继续你们的扬升之旅时，要认识到，所有曾经对人类所做的事情都将被治愈。它会被逆转，你们将会得到正向的东西。是曾经投射给你们的负面事物的十倍。现在，我们不想在这里扮演任何受害者类型的心态，所以我们只是想提醒你们，所有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都给了你们一种独特的体验，一种你们在每一次转世投胎之前就选择了的体验。因此，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错误，你们那里也不是一个监狱星球，你们不是一直被控制着的，需要设置某些限制，以便你们都能得到你们想要的体验。所以，必须有人为你们扮演那个角色，而那些存有现在也正在寻求改变所有这一切，并切实地提供帮助。天琴人从没想过要施加伤害。许多干扰你们意识的正常自然发展的存有也从来没有要故意施加伤害，但就像你们一样，他们必须拥有某些经历来帮助他们成长，而有时在别人的故事中成为无心的恶棍是一个灵魂想要拥有的经历，这也是许多不同的灵魂想要的经历。就这些外星人而言，再次强调，你们要认识到，没有什么会出错，也没有任何错误。你们将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继续你们的扬升之旅，只会有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朋友们的帮助，他们非常爱你们，并且觉得要对你们负责。我们希望这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安慰，并帮助你们放松。这样你们就能从这222能量中充分获益，这些能量现在就在你们身上，并将在二月剩余的时间里继续作用在你们身上。请置身于其中并尽情享受吧。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